好的，我们好像真的是亲手杀了一个人啊！哦，不对，我们杀了好多人了。好的，不管了。哎，伤心伤心。说好的爱情呢？哦，这个怎么玩？好的，开了。哇，颜色给我弄亮一点的话，我也可以看。啊！吓死我！幸亏手速快。喂，突然间弄个炸弹很吓人的，知道吗？不要这么吓唬我，可以吗？我说我要不要喝个药啊？这边有一个大管儿啊，怎么回事？又有手电筒啊？我怎么感觉前面好像是毒气房呢？难道我一定要走这个毒气吗？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哎呀，不管了，熏死拉倒，走了。哇，哎，居然没有熏死？难道我已经修炼了 PM 2.5 的这种抗毒能力了吗？这个门不可以走，这什么 room 啊 ？Furnace room。好了，不管它了，不管它了，走这边看一看。哦，这边 contact basin， 这边有什么呢？哦，这边有个文件。Carter Song， nothing else up. Today Joseph met with Carter Song. Gordon's false alibi. I saw her slip him a manila envelope full of something bulky. It doesn't make sense. If Carter was involved with Gordon, she would have shown up at his place or him at hers. I've got both under surveillance, but so far nothing is happening between them other than occasional hotel visits. Okay， 这边这个门可以走的啊，打开。这边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吧？喂，这门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什么？什么 ？All right， 我在这里哦。Use the gun and take care of him. We can't have him survive. 又开始跟我反目成仇了吗 ？Gonna be okay with that? Oh please, this jigsaw isn't half as bad as the K2K perps I used to put away. Now go fetch. Yes, boss. 看我，我在这里。看到我了吗？看到我了吗？你瞎呀！喂，我在这里，看到我了吗？什么？难道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我了吗？可是这个门现在是锁住的呀，应该没事吧？靠，不能真的过来吧？那很吓人的。先不要管他了，先把这个打开吧。好的，好的。哎呀，这东西你要玩多的话都知道它怎么回事了，好吧。这边有个下水井，好，我要变成忍者神龟了吗？喂，为什么那些人都想打我呀？我真是醉了。其实我上一批有一个 NG 的一个录像，里面他是那个敌人，就是那个公牛，他被我打到以后，他就尸体都不见了，然后我要从他的尸体上面拿到一个钥匙，我当时就傻啊，这是谁啊 ？Stolen drugs. I went into the hospital where Carter works.To see what she did after hours. I didn't have to find the empty closet and hide until the lights went out. I shadowed Carter to the pharmacy. She was taking bottles of drugs. Stuff that I can't even pronounce, putting them in the manila envelope and living like nothing happened. I checked one of the bottles. The drug has expired and previous. 喂，居然你还卖过期的药啊，你这个不要脸啊，这个到底是谁啊？这个是谁啊？你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手电筒在这儿啊，你是照不出来的。你走到这儿，我的妈呀，照出来了。好，这边就是拿个 case file 吗？什么都没有吗？又是一条白走的路。那接下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难道我一定要和他们撕逼吗？咱们现在从这门钻过去吧。你看前面有一个 R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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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后那个可以启动它的开关。我们要这个找到这个 furnace 的 key。哇，这边有一个闪闪发亮的爆竹，踩上去会怎样？反正给了个 saving， 还是不要踩了。No 做 no die。这边从另外一侧锁住的，听到了什么声音？应该是把它推过去，顺便先把这个门给它打开。好的，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然后呢？这边可能有什么东西啊 ？Case file。Chief Jacobs on a take. Surveillance of Joseph showed nothing interesting. It misses Chief Jacobs up for work at night every night. It hands him a large stack of cash. He's paying off the chief. To keep the cops off the case? Maybe this is why I was fired. Maybe it wasn't the article my son wrote. It's all the Payola scam. 好吧，原来如此。好，而且他这个他儿子写的什么样的文章呢？哇，这个是难道告诉我们往这边走吗？我不懂哎，先上去吧。就像是把路给你照明了一样。上来了，然后呢？哦，这边有个洞，洞洞里面好像啥都没有。哦，这怎么有个 C 啊？
这边还有一把枪。我靠，冲啊，三角。好的，没事儿。好的，我们现在过来了。我们看这边，这为啥有个 C 啊？难道是在向我致敬吗？哦，这边有个密码锁啊， Combination Lock C 的话， Wait， 我们看那边好像是红色写了个零，写了个八是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那东西挪一下位置，看不到那个数字。我看看怎么能把那个挪一下位置，我从这边过去看能不能把它挪一下。大概就是每一个上面都代表一个数字，大概有个绿色的箱子，就是这个。哎，原来是这样啊！把这个，哦，这是五呗。我们在某个角度上下如果连在一起，它应该是五。先不要管它了，先把这个 barricade 推过去。所以我们蓝色呢，我们假装它是五。这边还有啥东西吗？这个是八啊，一个八，一个五。好的，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个是四八五四是吧？八五四，四是蓝色的，不，四是绿色的，八是红色的，五是蓝色的，肯定是这样的。打开了，哦，急救包，我现在需要急救包吗？好像又是满的，先喝一个。哇，现在药好充分啊，我好喜欢这一点，越往后边玩药越充分。只要不进什么毒气房，应该用不了那么多药啊。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这边有 case file。Everyone showed up tonight at Poser's house.Carl Song, Henry Jacobs, Joseph Poser, and Solomon Bates. This proves they're all involved. Four Jigsaw suspects? This doesn't make sense. What are they all doing together? 谁知道呢？四季有，刚才咱们看到那一桌扑克牌，难道是他们四个吗？有没有那种感觉啊？有没有那种暗示啊？说明他们四个人，四个好基友。也不要管了。但是这四个人其实都是被 Jigsaw 抓起来的呀。这边有个楼下可以走，有楼上可以走。我勒个妈！下面有啥好东西？哎，这边有拼图，这我看到这个拼图了。好的，我们看上面有啥好东西啊，居然有个拼图。上面有啥？上面这个门打不开啊，是一个死门。好的，这样可以确定只能有一条路可以走。其实这游戏的这个地图没什么意义。怎么了？什么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哇，地单刺的。喂，来吧，这个怎么自己单刺啊？那他往哪里撞呢？原来如此，哦，让他往箱子上面撞，在他那卡住的时候呢，我去打他。但是我们这个场景中也提供了好多我的武器。他在干什么？去吧，碰着个 bug 就好，这游戏 bug 超多的。嘿，我应该往左边闪，再撞这个箱子。去吧，看着，两下还不死。去吧，去吧，死，去死吧，死了吧，死。喂，他这个样子身上那么多刺，他怎么不会死呢？拿到一个药啊，这个药不错，刚才还是用了一个药。可是这个房间没有武器了呀，应该给三把武器啊。如果他死三次的话，假设我第一次没有武器的话，哦，这边还有个铁管。好的，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如果有什么敌人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不被干死。哦，这边有个录音带，听一下。哦，不对。这关没有录音带。You've always been a violent man, especially to the women you claim to love. Claim to love. You tell them that the pain you cause them is their own fault, that you love them too much to not beat them mercilessly. 不要脸。Well, let's see if you can take the pain you dish out. 但这边没有一个好东西。Body has spikes that point inward.With these spikes will be reflected back onto you. Understand, Donovan? Sometimes the use of force can be your downfall. 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活该死啊！好的，走。现在我已经开始这个片，其实告诉大家一种伦理啊，到底什么是正义啊，什么是正确的？像那个就是微风七司那样算是正义吗？难说。哎。哎，我靠，这个啊，好难走的。Oh shit！ 哎，走吧，先看一下吧。二是刀，四是手，一是骷髅，三也是刀，二和三都是刀，是吧？走了，过来了。
轻轻松松。这个机关咱们先研究，这个机关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上面会刺下来，然后把那个人给啊穿洞，脑子上面穿个洞穿到下边，有点虐。这是干什么？有一个轮子，这个轮子怎么玩呢？那边有一个海螺，啊，拧一下吧，你把这个拧开了，有箱哦，这个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箱子。这关和以往的关卡不一样，是因为没有一个要救的人啊，只是说我们要建这个骚门，但是他在哪里不知道。Jump down， 跳下去，跳下来喽。哎，这边哦，这边有个门，这门可以开哦，这边可以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出去了。这边还有啥东西吗？没有了。这关好像没有拿到人偶，算了，能过关就可以了，要什么人偶？想要的也太丰盛了吧。这边什么，把这个推过去吗？哦，难道是我们自己手动推吗？果然是手动推的，冲啊！哇塞，这 QT 有点长啊。这个莫让大家想起来，这个整个游戏开始那个 QT 就是推箱子。你看那个地方有玻璃，不要踩玻璃，推过去应该这个前面那个什么门会开，这个门开了，上面画了一把钥匙，走，不要踩玻璃哦，里面啥也没有啊，走。这游戏二周目肯定能拿白金，白金就是你把所有的答案和拼图收集齐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吗？这是什么？这个盒子是什么？这盒子啥也没有啊，这底下这个是炸弹啊，我是碰这个盒子它会爆炸还是怎样？反正它现在给我存档了。这边都是什么呀？什么？哇 ，Carla， Joseph， Henry， 美金，哇，这个好难啊！如果你不熟悉他，每个人都是什么罪过吗？你根本选不出来啊，妈的！完了！他是应该把每个人和他对应的那个什么罪过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话是选不出来的。哦，你在这 tab 是养小孩的？什么？这个太难了，我跟你们讲，一点提示都没有。哦，这边有提示的，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照个相。可是哪个是 Carla 呀？ Magazine。 Carla， 好的，这个终于对上了。这个是什么？ Solomon。 Solomon 是美金。好的，他俩对上了。这个是警徽，应该是 Henry。 对上了。还有什么？哇，这个大小是 Detective Tab。 我赌这个是 Tab。 哎妈呀，不对啊， Billy 是谁啊？ Sarah 是什么？ Sarah 是 Michael 是 Magazine。 因为 Michael 是记者嘛。然后呢，针头是 Carla。Sarah， 好的，这个都对上了。这个是什么？ Billy 肯定是他了。哎呀，终于解开了。哦，钥匙。 What is that key？ 我们来看什么钥匙东西。 Furnace room key， 终于拿到了。好的，这回应该不会炸了，这边门也给我们打开了。我的妈呀。哎，什么录音带？为什么会有这个噪音干扰呢？这个 static， 先不要管了，反正哦，什么？哎呦我的妈呀 ，Carla！ I'm sorry I didn't trust you before. This isn't my usual. 我们能相信你吗 ？But now I think we can get through this, and I. N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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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kid.Sweet girl and all, but these are the end times. When guys like us have to tie up loose ends, and you know she was a loose end. Fuck you! 不要脸，做贼的很，做贼。Still got some fire in there, huh? Just like your old man. You'll see. We're not that different when we need to save our own skins. When it counts. See you around, kid. 好了，女主角死了，也不是女主角了，又死了个妹子，可这个妹子没有流血。哎，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门哦，这个可以搜的，拿到一个药，你先打一个药再吃吧。然后往哪儿走呢？这个门不给我们打开吗？不给我们打开。这个也不是机关门，这个不给我们打开。往哪里走呢？这边有路，太好了，这边有路。哦，正面那个门肯定能打开了。这个门是自动开的吧？
还要我按一下，真是多此一举。你就不能给我打开吗？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哦，这边是什么 contact basin？难道我什么时候要和警官撕逼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撕逼的准备了。这边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拼图吧？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边这个门可以开的，很 bolt， 好 open。然后这边这个，哎，这边哦，这个坏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往这边走了呀。这边写的什么？也是 contact basin。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吗？这边有个门，这边可以打开。开门上有什么了不得的秘籍啊？喂，我估计象棋也不会啊。啊 shit， 这个怎么玩啊？这个是没有图案的。这都怎么读啊？这是国王吗？这可以推吗？如果不可以推的话，你就看它上面画的那三个上面的数字个屁呀、啊！我也不懂啊，先看一下这个答案吧。喂，你教我怎么下棋吗？哇塞，我不会下这个呀！哦，这边还有一个墙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墙上面写什么：摩斯代码，摩斯代码。哎，摩斯代码，如果看电视的话，没有发现它的摩斯代码是不是这个电视是跟摩斯代码有什么关系吗？比如说它那个图片，它出现的节奏不一样，节奏特别快的代表它是一个圆点，如果它节奏时间长的话，应该是它要横线，所以我们来记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吧。横线点点点，一个横线三个点，横线横点点横线啊，点点点点写下来了。好的，我们这个最左边的这个最左边的它是那个啊，一个横线，然后一个点，一个横线，横线点横线，有这个东西吗 ？K， 然后中间的那个呢是四个点，四个点是 H， 然后最右边的那个是我刚才写下来的是一个横线，然后剩下三个点，那就是 B K H B 什么东西啊？现在我知道是 K H B 了，然后呢？我们现在他们挪到这个位置是吗？可是怎么挪呀？怎么下这个棋呢？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挪到那边去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棋怎么下呢？怎么把你挪过去呢 ？KHB 对吧？这看不清到是数字啊。哦，我懂了。KHB，K 在这儿。我们看看我们什么棋能下到 K 这个位置，是这个意思吗？这个 K 这个位置，我看看那个马怎么下。这个马怎么下？马是不是可以走马步？就是马，看哪个地方可以到它这个棋。难道是这个二吗？你看这个二，如果走马步的话，就是这样走过来，走到这个 K 了。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K 吗？这个二如果走马步就是 K。好的，中间那个是什么呀？中间那个是 H 在哪里啊 ？H 在这里。你看哪个棋可以下到这个 H？ 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画了一个带一个十字的那个东西，左上角那个。哦，只能走相邻的这个字母，所以说这个是七。哦，七下到 H， 二七。下面那个什么？下面那个是，那个主教的形状。主教的形状的话，就是左边第二个，它就可以斜着下，斜着下它是 B 吗？是 B 吗 ？K 是 B 吗？看哪个字母可以斜着下到这个位置。我的妈！哪个字母不能斜着下到这个位置？这个 B 看来有几个 B 啊？只有一个 B 吗？哇塞，我竟然卡在这个地方了吗？就只有一个 B 没有错啊？只有一个 B， 难道是走两步下过来的吗？我们看哪个棋走两步可以下过来啊？啊，比如说，哦。这个五啊，这个五它一直斜着走，可以走到我们现在这个 B 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现在是275三个数字。哇，这个密码真的是这样的吗？一二七五，开了，是吧？又是这个。哇，这个我明白了，就每一关都特别难的密码，它都是收集人偶的。好的，我们这个人偶也收集完了，好的，我们可以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去哪，是去这个下边吗？怎么样才能过关呢 ？Furnace， 我有 key 了呀。插进去了，然后呢？好，可以走了，过关了吧？这就，呀哈，过关了。这一关的关底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没有救的人，那关底是怎样的呢？什么？这什么东西啊？好多电视，哇，一起亮了，十二个电视。谁去扫我们？Attached to a card set on a track. To free yourself, all you have to
are so good at cooking the books, so... 我操！ Let's see how well you burn. 哇，这个好虐呀！哎，不如烧死了呢。这个怎么玩？这个要推推这个吗？哦，一个 push 还有这个 pull 是吗？我要是推的话，我会被烧的呀。不不不不，你等一下呀！我现在直接推你会被烧死。Please let me out!